叫什么？我现在给挂个号。叫小鱼儿。小鱼对。对，小鱼儿。他本身他皮肤就很弱。他这还孬了。我本身就是一直我们在我们那个来小鱼很长时间了，去年的时候他就出现这种，哎，出来小鱼，他就出现那种皮肤病的状态，好皮肤病啊。然后去其他医院也查了，查不出来什么原因，就是他皮肤很脆弱，就是一热或者是干嘛他就很红疹或起皮肤病，陆陆续续反反复复很多次。然后昨天下完雨之后，昨天之前他皮肤没什么问题，但是有点到极了。然后有点到结了，我们想着就是看看给他滴点眼水，然后他睁开眼睛了。但是到昨天下完雨之后，今天上午看的时候，就是稍微有点挠了，有点红了嘛。我又喷了点那个治皮肤病的药。但是到了中午的时候，我再看他的时候，他脸都被挠破了。因为今天早上看的时候吧，就是挠稍微有点，就是有稍微有少部分就挠破了，但到中午的时候就挠得很厉害。它一到夏天就这样，冬天其实还好。对，天是咋回事？就是皮肤比较脆弱，然后夏天虫比较多，然后就那个了。就主要看它是不是还有混合这个真菌的这个感染。就突，上次突突，就那个腿受伤之前那个。那个突突，还有一个肝胆相对，对，可以接着用通便，然后后期的话要这个体外驱虫性，比如说或者是那个尼可信，或者超可信，或者这个新虫克，然后每个月都要去吃。这话是属于体外，如果以后的话，建议驱虫药每个月给他做一次。每个月都要做，就是用就是我说的那几种药。你就比如说前期的话，你可以就是打通面，然后后期的话换一个，可以开始用这个药都行。那他那个到结是不是？到结的话什么是？好，来。只能手术没什么办法，它是属于结构上的原因。如果眼睛就是比较严重的话，我们就尽快给他手术。如果说是现在的话，就先治疗皮肤，因为它正好上面全是菌。啊，做完以后的话，这个地方它恢复不好，所以说现在可以先用药，用个一两天，正好观察一下眼睛的情况。行。那我先把下边那两个带上，你看看。行。还愿意吃吗？吃啊。吃还愿意吃？吃还愿意吃啊。一天吐几次？他们两个？不确定。确定他们俩吐了。对，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我起床，然后看到地上吐了两滩，两大滩。给他们俩分别称一下体重吧。多重？6公斤。6公斤。行，因为他们的话必须检测没有传染病才能进住院部。所以说现在的话，这个全身症状不像，就先检测一下细小。如果说细小是阴性的话，然后可以就是让他们进这个住院部，就先看一下血液，就是光看个血常规、看炎症就行了。如果说这两个问题不大的话，我们先对症治疗。是。如果说发现问题的话，然后我们再根据情况该隔离，该怎么样就看看就行了。刚回家没几天又回来了。小鱼儿的话，就先给他一个星期用药，先用一个星期，到时候看情况，5到7天，如果说病情有好转的话，到时候后面继续用药就行。然后这两个的话，一般呼吸道感染也差不多是5到7天，我们看情况，如果比较轻微的话，那么后期就也可以带回家用药，主要是这个喉部比较敏感。
肚子肺炎了。又肺炎是吗？对，都白了，上面都白了，心脏这个轮廓都不清楚了。那他这个该怎么办？打针？他的话得静脉给他推这个药。安中素的话，他那个价格比较高，一瓶的话就240，然后到时候的话，我跟何医生再申请一下，就给他最低的这个，看最低能给他多少。我们后期可能用药3到5天以后再去拍片，再去复查一下他这个肺，因为现在他现在又贫血，最怕的是他这个治疗的速度赶不上恶化的速度。如果说一旦治疗速度赶不上恶化的速度，整个肺都白掉的话，那就非常危险了。我们先去先观察看看吧。行。皮肤那个吹风机没吹干，比如现在超市使了，我们第一时间吹干，但是还有很多就是它不是皮肤比较脆弱的那种，容易起皮肤病。有没有什么就很容易反复，有什么好点的办？这个环境是挺重要的。其实说实话，像这个环境不改变，或者这个日益的超市的话，确实没什么好办法。实在不行的话，就买那个除湿机。还有就是。因为胡子，对，你也看到了，他这个胳膊，他现在体重越来越大，就是他这个手就是他有点撑不住，就有没有必要给他装个假肢的时候？装的话是还是等他大了以后再去装这样。他如果说能正常，他就是这个小条腿能走路的话，能走路其实可以不动他也行。但如果大了之后他都不愿意走路，大了不愿意走的话，那么后面会考虑。就是说等大了以后再去跑。就是他如果说只能走，因为他这个活动活动他就是三条腿走路，他主要是能适应。比如说这个后期这个地方萎缩了，然后他比如说用牵制的话，可能牵制会锻炼的肌肉比较丰富。所以说我们后面看情况，如果是持续，如果他甚至能走路的话，就适当锻炼让三条腿走路。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肺炎了呢？那么小，你看。